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围攻传奇啊。那今天呢，依旧我们要玩十关啊，每一集大概都玩个十关，应该绰绰有余吧？好吧，那一样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或是这个系列的话呢，啊，记得按个赞，以及把它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亲朋好友知道。好吧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啊。啊，我们昨天呢玩到了第十关嘛，我们现在来过第十一关啊。我们看一下第十一关需要什么东西咧。咱们第十关需要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把波板弄掉。哦，有了，可以了。哇，等一下，还没啊。啊，他是来几个？来一个弓箭手跟一个炮台，是不是？火炮台。基本上呢，我们玩这个都是先叠这个石头吧，会比较保险一点。然后这边再一个重压，应该没问题了。哇，那个石头掉下来了！哎，不行不行，尴尬了。这样吧，好，有了，会不会倒啊？应该是不会倒吧？哦呦喂啊！撑住撑住！啊！告别不行，等下要怎么过？这个有点难哦。这样子没有用啊。等一下，这个不行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木板可能要拉长一点，没错，大概就是拉这么长，然后这个石头放这里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好，撑住了，撑住了，三颗，有，这次过得了，这次过得了。然后弓箭手嘞，啊，弓箭手不开弓是怎样？过了，哇，两颗星，算了。那弓箭手是在干嘛的、啊？来打杂的，是不是？那弓箭手是在干嘛的？然后这个是干嘛？炮台、法师，这个要怎么保啊？这样子？嗯？这样子吗？感觉有点不太妥、哦。随便干干看好了。哇，全都没了。试试看。哇，倒了。不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就这样子，来看一下撑不撑得住。哇，三小，从下面啊、喔，原来从下面啊、喔，啊，这个一定要这样挡啦、啊。哇，这个怎么办？这样子吧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要从这边拉。有，这样子。啊，超过范围了，好，不行啊，掉下来啦！等一下，这不太对劲了，这怎么过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我会，勾上来，再切一次，哎、欸，怎么切不到啊？有了。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再给它拉过来，行吧？哇，掉了，撑不住啊！哦，有，他应该会挡到这一发，有，哦耶，过了，那法师跟弓箭手没屁用啊，过了吧？耶，三颗星，爽！啊，我们第十三关。这关怎么玩？是什么炮台吗？哇，这什么高科技炸弹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怎么运作的、啊。哦，它的弱点在这里。嗯，这个有点麻烦哎、欸。气球，不然不太对啊。也不能让它在这个下面，不行。这个多大？哇、哦，这么大、啊！好的，会不会把它炸掉？我觉得会被炸掉。哇，还没开始就被压死了，笑死了！还没开始就被压死了。来 ，fire！ 可恶！
撑住，撑住啊！不行，撑住！他现在会被炸掉吧？我这个木板会被炸掉吧？没塞，没塞。这个气球也没有作用啊，因为没有踏板可以让我们踏上去飞起来啊，尴尬了。没关系。这样子，啊啊啊！哇，死掉了！到底要怎么办？是不是拉一条气球啊？哎，把我们的国王弄死了！哎呀，烂国王！拉两条，还是被范围炸到给炸到啊？没有用啊！哇，居然撑住了！哇，死了！哇塞，这个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么多，试试看，炸掉了！哇，哇，我居然过了！居然是这样子过的、啊，哇，超强！哇，还三颗星呢，误打误撞啊！我、哦、卡超久了，笑死了！啊，这怎么过？哎、欸，有飞碟，飞碟是来干嘛的？投石、投机、愤怒机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没事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低下我没事啊？哇，倒了，没用。我想一下、啊，绳子的部分这样子还是会倒。好吧，只好这样子。这样子，干什么东西？哎，哎，慢点挠啊！哎，好好的，好好的固定有这么难吗？啊，就这样子。我想一下该怎么做。不行，这边再拉一个。这边再拉一条。行吗？撑住。撑住了。第二次。废物啊。我觉得我们这个间隔要拉长一点。上面这个木板呢，嗯，这样就妥当了。行。有有有有，啊，过了，是不是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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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那样呢？差一点啊！好，再拉过来一点，应该有办法得救。这样子呢？再加一块木板，让你更重，不容易移动啊！好、哦，顶住了，完了完了！哎呀，我恨呐、啊，超级恨，我超恨的，这个真的超难用的，拉过头都不算了。这样行吗？有，洗吧，这个绳子拉中间好了。哦，撑住了，撑住了 ！Oh my gosh， 安尼袂使，安尼袂使。好，拉过来一点。行，有了，妥了，妥了，这一次。为什么第三下都差一点？
真的很气耶、欸！哇，这国王真是啊，怎么会有这么烂的国王，完全没战斗力的啊？啊，为什么会没有？怎么会有一个国王是完全没有战斗力的？你说，那拉一条绳子给你啊，受不了了。就是这个会掉血啊，啊，把他拉住应该就好多了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不是这里拉不过，就是这里拉不过，受不了哎、欸，受不了，拉，不是弄错了，不对啊，我已经用了所有的能力了，哎呀，洗吧，不太对吧？哎呀，这样子呢？哦，你不要在那边跟我乱飞啊！这样子，来吧。哎，意外的撑住了。哇，这也太意外了吧！过了，好意外啊！啊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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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耶！终于啊！好了好了，闭嘴啊！只有两颗星而已啊，第十五关了。我们玩一关过好久，天啊！这游戏总共一百关，后面越来越难呢、欸，不知道怎么过了。我看一下有什么，一个半兽人。哇，这谁？大飞龙哥哥。他在做什么？哦，他会用他的身体压你这样子。好了，我们这边需要放一点石头来的。这样不行啊！石头去挡哦。要怎么过啊？你们看一下那只飞龙，它怎么撞的？撞不过，撞不过，有没有？他放弃了，他要走了。耶、yeah, ，过了吗？就这样子，哇，这关超简单的，随便放一放就过了。第十六关，好的。这关是什么？一个，好像会发三发的样子。完蛋了，这个又有点靠北了。我是觉得这个应该会蛮靠北的，哇，会掉下来，这不行。它这会有范围啊，啊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地方，利用这个平台啦，石头放这里，然后。再放一块，三四片嘛，是不是？有一下，两下，啊，过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关也简单，没有卡太久，还好这关没有卡太久。十六、十七。后面又越难呢、欸，怎么办？好担心后面我会卡关卡很久，超级担心的。这关点是什么？小球子。而且感觉那些敌人都不会攻击，只有炮台会发动而已、欸。我还以为这个游戏是敌人也会跟着攻击，你知道吗？发那个什么光球啊，还是丢飞斧之类的，就是只有炮台会发炮台而已，会发炮啊，会打炮啊，会发炮不是打炮啊，啊都一样啦。跟我想的不一样哎、欸，这样子啊，只能盖在这里啦，只能盖在这里啊，这怎么做啊？木板只给一个，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这样吧。然后一个在这里，
木板拿来用好了，这样子。行，不行的。那你过来，再加一块。行，撑住了，完了，好像不行。啊 ！No！ 原来发四发哦，天哪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这木板没什么屁用、欸，我觉得。不知道那个木板是拿来干嘛的。好，过了 ，yes， 应该没了吧？四颗小榴弹结束，耶、yeah ！好，第十八关，这个是玩什么的？投石机。好，然后给我这个斜块是怎样啊？给我七个这个，怎样消波块啊？你还是消波块是不是？好啦，这样就过啦、啊。说真的，才小啊，是故意的吗？消波块，消波块，哇哇哇哇哇！后面还有一个很高的、啊，哎、欸，过了，过头，过头了，耶、yeah ，过头了，我过了，我赢了。万万没想到吧！哈哈哈！万万没想到哈，我会这样子过哈！啊，高手就是高手，不遑多让。这是什么？啊，你看这些都没作用啊，他们只是在那边看而已。炮台，小颗的。哎、欸，后面还有一个要保护哦。开始不止国王了哦，开始有其他人要保护了哦，是比较困难的地方了。来试试看，感觉不太行。抱歉，我错了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啊！然后还要帮他们做个转向，其实觉得蛮麻烦的。嗯，这样子呢？哇，三小，拉台过去了是吧？好。有没有办法 ？No， 不行。我们这边要再加厚一下，再加厚，再加厚。来，把它弄成长方体。有，这样妥了。好，我觉得上面这个应该会把我弄死哎、欸，我要去试试看。What the hell? Are you kidding me? 决定是这样子了。好，有没有办法过？我要这个要换个方向了，没有错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大推，有吗？哇，这样也行，好，这样该好点了吧？快点啦、啊，快发炮啊 ！Oh my god， 什么都行啊，这样子。好吧，这边再加一块，这样就不会再溜过来了吧？有，过了一个，吸吧。十一吧，越叠越高啊！我觉得这样就行了。过过过，耶！哦呦，还好还好，可以可以。应该是做四发而已啊，哎，三发而已啊，啊，都救到，都救到，太好了 ，nice！ 啊，第二十关，我看二十关是什么？二十关只有国王。好、啊，是什么？头木桩，感觉很痛的木桩。
哇，这么大一片是这样的、啊，这么大一片啊！这要怎么弄呢？这个只能这样摆，然后这样子摆。我觉得这个木桩会把它弄倒，然后之后我就死掉了。我觉得不是很安全啊！哎，不行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撑住！哇，居然没事哎，我超强！啊！可恶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个地方要该怎么过呢？这个拉长一点好了。哇，它的长度就这样子哦。Nice play。这样不对啊！咱们先来垫高高，这样行不行？我觉得会倒哦。哎，居然撑住了 ！Oh my god！ 完了，最后一下，可恶！再加一块。这样行了吧？哎呦，很稳哦，很稳哦，有 ，nice，oh yeah， 结束了，好稳哦，超级稳的，过了，好，我们终于如图的过了第二十关了，我天哪，终于二十一关，我们还好长一段路要走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了。光是这样子就玩了我半小时的时间了。好吧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系列呢，记得也麻烦分享出去，按个赞啊！感谢各位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见面啦，拜拜。